中华邮局、鹿港邮局以及准德慈善会举办爱心送暖的活动，特别购买喜憨儿制作的月饼，送予鹿港镇内175户边缘户家庭，借此表达爱心关怀。中华邮局、鹿港邮局以及准德慈善会为了落实社会责任，特别购买喜憨儿做的中秋月饼，送予鹿港175户的边缘户。今天是第二年，陈德辉集合了所有有爱心的人呢，来协助地方上只要有需要的或者急难救助，陈德辉都会尽力的去做。那我们把这个钱用在每一分所需要的人身上，在地人服务在地人的精神，然后他就是响应这个爱心活动，响应我们陈德慈善会服务在地人的精神。那我们彰化邮局就跟邮政协会来一起来响应这个活动。鹿港店长吴静安也到现场感谢邮局甲慈善会的爱心，让乡亲会当感受到社会关怀。月圆人团圆吼，啊，到这个中秋节的这个前夕吼，啊，咱地方嘛是要有一寡这个绿色，所以今日吼，我非常感谢，就是咱啊彰化邮局，啊，佮有咱鹿港邮局，啊，佮有咱啊这个春德吼慈善会，捐献到啊175啊的这个啊月饼吼，那这月饼如果是打咱喜憨儿基金会吼来买吼，这有双而且相等的这个意义。那最主要我要感谢就是讲啊，在这个季节当中吼，咱有真侪慈善团体，尤其像咱邮局吼，算在地的服务，爱个服务在地吼，这非常的甘心。希望借由这项爱心活动，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，鼓励社会大众多多发挥爱心。中华新闻林桂英，鹿港采访报道。